9点钟，这是我们创立的海外青训论坛啊，应该是第九期了吧，应该是第九期了。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到底特别在哪儿呢？也没什么特别的啊，就是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呢，今天呢凌晨的这个 C 罗的3个进球引爆了整个互联网，应该说呢，看着呢还是很有一些感触的啊。当然今天我们是聊青训，所以呢这个话题呢往后放一放。今天晚上11点呢，这个结束之后呢，我不见得有时间发车啊，因为我的家人明天过生日啊，我得陪着出去一块逛一逛，也可能会一边走啊一边发车啊，一块聊聊 C 罗，聊聊曼联，好吧？因为我昨天晚上只睡了4个来小时，然后今天呢又早上9点钟就出门，一直到晚上6点又送我大闺女去学校，睡了大概半个小时吧，所以整个的精神状态看上去呢可能不是很好，但没关系，我脑子非常清楚啊，我脑子非常清楚啊。中国足球呢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事儿，我一直说它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它不是像人们想象那么简单，就是低能力高欲望。当然了，这个中国足球搞不好呢，首先是中国足球人自己没有做好，这是肯定的。另外一个呢，中国这个环境文化也不行啊，没有足球的文化，也没有真正的良好的足球环境。你就看这个抖音上的这些所谓评足球的人，这些他根本就不热爱。但这些人呢，他只是拿足球当发泄。所以按说中国足球如果丢脸，也应该是丢真正的热爱中国足球的人的脸，而不是丢这帮杂碎的脸。但是呢，那些杂碎呢是非常多的，啊，有几个朋友帮着我在抖音呢去怼，但是我们大多数的岛民呢又不愿意干这个事儿，啊，这是很悲哀的，很悲哀的。其实你们也知道中国足球是什么样子，你们也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对足球的认知和理解，但是呢，你们不发声，啊，你们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你们就是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反正就是有乐就听。哎，完了有热闹就看啊，事无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中产阶级的这个特性。你们为什么是中产阶级呢？因为你们能够买得起会员其实会员也不贵，只不过就是说呢，你们有这样一个消费的理念和观念啊。来吧，那么今天呢海外论坛第九期啊，我们呢会安排两位嘉宾，其中有一位嘉宾呢之前呢曾经连过麦啊，今天呢两位嘉宾将要描述的呢，一个呢是西班牙的青训，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意大利，啊，意大利，而且两个人的这个角度呢，也不是说很相近，啊，第一位呢是来自西班牙马德里的留学生，他的 ID 呢是上曾云琛。他讲述的话题呢是我在西班牙进修教练及做球队分析师的日子，好吗？这是日子呀，嗯，啊，春冬头没纸了，哈，日子啊，这开玩笑啊，这是当年那个小品里边的。要说正经小品，还得看这个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啊，正经小品范伟啊，剩下的小品其实到怎么回事？嗯，10多年没什么作品，对吧？还是表演艺术家，哇，别闹了。在杭州的青训俱乐部做了4年的基层教练，取得了中国的 C 级教练证。一会儿咱们问问他 ，C 级教练是不是很难？老有人说我考不过，我根本就不愿意考，因为我不想当教练。我不想当教练，只不过就是足球小将是一个很特殊的事物，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明白吗？我没法不管，在没有找到比我更合适的人之前，啊，我就暂时带一带，我没有做教练的志向。啊，我赢有证的教练就行，我为什么要有证呢？我赢有证的不就完了吗？我这4、5年赢的不都是有证的吗？对吗？什么亚洲的、日本的、韩国的、欧洲的、中国的，不都一样吗？你赢这东西有没有证干嘛呢？非得我也不干这个事儿，我也不干这个活，对不对？我也不想干这个活，我干嘛要考这个证呢？我自取其辱吗？人过40不学艺，我过去干嘛去？我跟一帮20多岁的一块考E证，我有病吧？我现在这水平至少是个 B 证，我还去考什么去呀？
对不对？徐亮他考不了 A 证，他哭了，他应该的，他是专业人士，我不是专业人士，我就赢专业人士。谁他妈吹牛逼呢？出来！你看红包一来，大家都不听了，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只要给点红包，没有人再听什么论坛了，你放心，没有，你说什么都没有用。那咱就等着这红包发完再说吧，好吧？我告诉你，就这些骂我的人，我但凡一人一只降级，我告诉你95%全叛变，没叛变的是因为不喜欢吃鸡。你要给他发点酱牛肉也都过来了，知道吗？现在在西班牙欧洲大学皇家马德里足球学院攻读足球教练专业的硕士，硕士啊！学习之余，在马德里的一家青训俱乐部实习助教和球队分析师。分析师这个行业，我呢是我很喜欢啊，那我也没有证，但是我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第二位呢是来自意大利米兰的我的好兄弟啊，范雷。他谈的这个呢，其实呢对很多的学球的孩子的家长非常有用，非常有用。浅谈营养摄取能力对意大利孩子身体的辅助和机能的开发，明白了吗？我们有时候光看孩子什么怎么训练脚下技术这那，你忽略了营养，这不行。足球竞技体育一定是首先是身体的对抗，而身体的保障除了天赋之外，后天的营养摄取格外关键，格外关键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抢红包差不多了吧？现在直播间我看有多少人？哇，直播间有，还是去年那么多人。来吧，我们现在先接近第一位朋友，他的 ID 呢是上曾云琛。西班牙足球呢，应该说是在中国的很多的球迷，包括这个学球孩子的家长，包括孩子的心目当中都是至高无上的，啊，巴萨、皇马呀，啊，什么这个西班牙的踢踢塔卡呀，是吧？这都是属于硬通货啊。咱们听一听这位吧，这位人真正是在马德里实践的，能够接触到真正的青训啊，来。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哦，来邀请上麦。注意啊，他现在粉丝是两个啊。然后咱们看，你好，董路老师你好啊，这么年轻？哎，没有，不年轻了，30出头了。30出头，那好好年轻啊，真的，非常羡慕。然后我看见你穿的这个队服是你现在所工作的青训的俱乐部的队服吗？没有没有，这个是我自己的衣服。哦，是自己的衣服啊。对 对也就是说你现在那个俱乐部不发衣服。开玩笑啊，也不是不发，就发了我一件。就发你一件，等有一天你当主教练他会给你很多啊。我注意到你的自我简介当中呢，当初是在杭州青训俱乐部就做了4年教练。对。哦，那你这戴眼镜文质彬彬，怎么跟足球教练有缘呢？我最早不是足球专业出身，我是在英国读的市场专业。市场回国有自己的。对对对。我回国有自己的工作，然后是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突然接触到了足球教练，觉得很喜欢，然后中途跳过去的。也就是说你原本没有任何跟足球相关的职业经历？没有职业经历，最多就是高中大学的足球校队吧。哦哦，那也就是说你中间呢相当于是改行了，改行了。对对对，那你在杭州从事足球教练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同行或者家长对你持有另外一种不是很信任的那种态度呢？因为你本来也不是球员，你也没有专门的学足球教练。没错，
但是在我接触的杭州的这个足球圈里面，其实是很需要教练员这个职业的人的。然后另外，也不是每一位教练员都必须是从职业退下来的。只要想要去当足球教练员的，拥有足球教练员知识的，能够用心教好孩子的人，我觉得都可以成为教练员。那你认为一个青训教练最重要的三点是什么？要做出三点的话，我觉得第一点必须是热爱这个工作。热爱，第二点一定是学习能力，足学球习它能是一力，门科学，学对，习足能球是力一啊，门科学，一门科学，它是不停在进步的，我们也必须在不停的进步。我们现在一直在用自己的实践的经历、经验来进行培训，其实并不完全能够教导孩子更好的进步。所以，不停的学习是很重要的。我说实话，我非常同意你这一点，而且我也想小小的自夸一下，在我的手机里边，我会有很多，就是，有可能就是今天中午啊，不是就今天昨天晚上，或者是今天凌晨比赛的视频的集锦，这些呢都是五大联赛最新的比赛，豪门的比赛，然后我会把它做下来，然后分析，然后第二天去给孩子们讲，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作一种学习能力。这已经算是分析师的工作内容之一了。谢谢。第三点呢？第三点，我觉得就一定是要跟比赛相关，你一定要有想要赢球的想法，并且把你的这个想法植入到你的整个球队里去。有一种说法说，国外的青训是不在乎输赢的，这句话你怎么理解？我觉得没有人是不在乎输赢的。那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样的传说？您指的是在国内说国外的人不在乎输赢这样的事国情。外的青训不在乎输赢，他们在乎的是培养孩子的什么能力，让孩子大胆的创新，不受约束，没有战术，更多的就是自我的发挥，这些是事实吗？这个我再待会儿会详细的跟大家讲一下，好我的，们整个球好队吧，一周会。我想可能因为开场嘛，我要打消嘉宾的一些可能有点微小的陌生感和紧张感。随便聊一聊，我现在也很期待啊，因为几句言谈话语，我感觉你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鲜的思维，或者是非常切身的体会和感受，来自于被西班牙人自己誉为的就是宇宙的足球中心，来自于西班牙的青训的这些真知灼见。好，开始吧。好的，大家好，我叫单子云琛，来自云南昆明，目前在西班牙马德里的欧洲大学皇马学院学习足球教练与管理的专业硕士。那么现在，在西班牙的莫斯多雷斯，这个董路老师应该听过，因为之前有一位家长也参与过您的那个论坛，对，对，他的孩子就在我的球队。哦，他的孩子就在你的球队，对，江明宇就是我们的球队，哦，太棒了！那一会儿是你正好这个很又有可意以思。讲一讲，以江明宇为代表的中国孩子到了西班牙之后，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适应的过程，包括他是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不足？太棒了，好，好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一共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作为教练员和分析师，那么在这个球队。他的整个每周的正常的运营、训练、比赛是如何运营的？看看各位车友能否从中借鉴到一些有意思的安排和经验。然后，同时我也会，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江明宇在这边的比赛和训练情况。第二个部分是我会用很小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我在这边学习到的一些专业的足球体系知识。这些东西，这些知识在广泛的运用在了西班牙的青训工作中，也希望能够对青训有涉猎的朋友们，能不能从中发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内容。首先，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球队的情况。球队的一线队在西班牙的第四级别联赛，然后我们球队是他的英范蒂亚是。
可以说是 U14，它是两个年龄组成一个球队，十三十四是一个年龄的球队，我们是这个 U14 的B 队，参加的是马德里大区的 U14 联赛的第二级别联赛，也就是说上面还有一个第一级别，下面有个第二级别，然后同年龄级别的 U14，马德里有7个级别联赛。在我们这个第二级别联赛里面，叫做荣耀联赛，它还分成 A、B 两个小组，每支小组有16支队伍。我们是 B 组，然后目前我们排在第13位。球队呢有20个孩子，除了明宇以外，其他都是西班牙的小孩。教练组一共有7个人，包括我在内。主教练、助理教练、领队、体能教练、守门员教练、分析师，还有一个不怎么来的助理教练，啊，一共是7个人。这个团队呢，在西班牙的青训队伍里面已经算是比较庞大的了。通常来说不会有那么多，然后我们也是正常的一周3练1赛，训练的时间在每周的一三五。比赛呢是周末，周六周天当中任意一天，根据他的那个日程表来进行安排。接下来我会跟他简单的描述一下我们每周的工作安排。首先，是从上一周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在比赛结束的当天，我们就要开始准备下一周的工作。准备的工作内容，首先就是从我开始，作为分析师，我就要在当天把这个比赛的分析报告和视频剪辑尽快的做出来给到教练组，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会议，然后开始进行会议以后就制定我们接下来一周的工作内容。我会给大家看一个文件，这是我们的一个每周的工作内容简报。我们会在这一周开始的时候就做出来，这是我们的7名教练员每人的分工，然后接下来这一周主要的训练的阵型内容，每个人的位置安排，这个是目前的赛事情况，以及我们这一周要遵循的主要原则。因为我们会在上一场比赛里面发现一些情况，也会要为下一场比赛做一些准备，所以我们这一周的训练主要遵循的原则，然后就分配到3天，周一、周三、周五，每天。我们需要训练的内容，具体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份简报里面，周五最后一点就是有一个专门的定位球的训练，这个是专门针对本周末的比赛的训练，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周末的每个人的工作内容，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东西。这是我们每周在训练前，这一开始这一周的工作之前就必须要准备的东西，因为我们每一周只有3次训练，我们必须要安排好每一次训练的主要目的。一般来说，周一的训练我们会把它安排成，解决我们上一场比赛出现的问题。那么这一天的训练我们会不会要求的特别严格，我们会把它做得会开心一点，热闹一点，然后大家都会享受足球的内容，因为不管你的上一场比赛赢了还是输了，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抛到脑后了，我们要开始准备下一场比赛了。所以，我们会一边解决内容，一边让大家更加的享受足球。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踢马竞的时候，0-3输的比赛，有2个进球是被他们头球攻破大门，一个是运动战中的头球，一个是定位球当中头球。所以我们在周一的训练里面，就从热身开始就加入投球的内容，到训练内容也是加入了投球的内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周一的训练中的安排。然后周三的训练呢，主要是要根据我们球队自己的打法，如何提高我们自己的打法，如何让球员更加的理解我们的战术体系，我们的战术打法。我们这一天的训练是不关乎前后比赛的，主要是提高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强调防守的队伍，那么我们在这一天就会有更多的压迫和转换的训练。那这一天我们的这个训练强度就非常大，就是有更多的对抗，更多的转换。
然后他们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那个身体的恢复。然后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强调致电前锋的一个球队，所以我们在远射的训练项目一般也会放在周三进行。就是我们强调致电前锋，但是我们不做边路的进攻，我们没有合适的边路球员，而且我们一般是踢这个三后卫体系，所以致电前锋更多的是做给中场，所以我们在远射方面会有很多的训练。接下来周五的训练内容主要也是要根据我的这个分析报告，我对下一场比赛的对手的分析报告，然后来进行专门的一些特别的设计。我们这一次比赛需要用的阵型，需要用的一些小的战术的改变是什么样的，我们就要来进行这个设计。然后就比如说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我们周五会专门的训练定位球，然后这里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正常的我给球队做的一个报告。这是我们在针对马竞之前做的一个报告，对手的常用的阵型里面的做过这些标志的这个非常危险的球员，然后他们在每一个进攻的环节优势是什么，出现的问题是什么，防守的环节出现的优势和缺点，以及我对于这个接下来比赛的一些建议，有什么建议。最终我会把这个发到给教练组，然后大家讨论以后，最后由主教练拍板决定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去应付下一场比赛，根据这个来进行我们的训练设计。这个就是类似于我分析的每一场的比赛的视频内容，会把它做成每一个视频，这样的视频是一般是给到孩子们的，就是提前给到孩子们。我们用语言的描述的话可能会稍微显得有点空洞和苍白无力，这样的视频的话会更好的让孩子能够理解对手的打法，以及我们上一场比赛出现的问题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周末的比赛我们一般是提前一个小时到场。提前一个小时到场呢，场地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会提前半个小时给我们安排更衣室。这个更衣室呢很有意思，我们会教练组先进去，我们要布置更衣室。就是布置什么内容呢？比如说我们会在墙上贴一些这场比赛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我们固定的要交代给他们的一些内容。这个我们不会用说的，我们会贴到墙上让孩子们自己看。比如说董老师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啊，比如说这样一张纸，这张纸上面就写了我们今天所要使用的战术内容、阵型变化体系以及我们进攻防守的一些要点。这样就可以让孩子知道他在转换的时间或者是防守的时间他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内容。首发名单也在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一般我们在这个墙上会贴成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图片，这里面就包括了比如说我们会写上今天的点球是由谁来发，任意球是由谁来发，我们的这个下面这张最上面这张还包括了这个左边的定位球、右边的定位球，今天的发球人员是谁，下面的话进攻任意球、防守任意球，每一位球员你的位置，你是人墙还是盯人还是什么，我们都会把它给安排在这个上面，然后提前放到更衣室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布置好更衣室以后，教练就全部出去了，更衣室就全部留给队员，队员在里面一边进行换装一边就自己去看今天的这些安排，他们自己去看，自己去知道今天自己的位置，他的防守应该在什么地方，进攻应该在什么地方。然后会有专门负责的一个球员打开蓝牙音箱，然后就在里面就开始放起了这个动次打次的音乐，然后他们就在里面自己嗨、自己聊天、自己玩、自己换衣服，我们教练就在外面等，然后一直等到大概热身之前的5分钟，那么教练会进去布置今天做的这个战前动员。因为基本上的战术的
东西已经全部交代完了，那么比赛前的动员做完了以后，就出来热身，就开始进行比赛。然后在中场的时候，我是在看台上，我不在替补席上。我在看台上会做那个比赛的上半场的分析，然后在中场比赛休息的时候，会回到那个更衣室。这个时候我们是分成两个部分的，队员是一个部分，教练是一个部分。我们中场15分钟的休息，除去进场和退场，大概要两三分钟的时间，其他时间大概12分钟，我们会留给孩子们一半的时间，让他们自己去进行交流。他们自己回到更衣室里面，有的时候他们会吵架，就像纪录片里面那个孙兴敏跟洛里一样的，有的时候会吵架，还会互相推拿，但有的时候也会很好的交流。比如说，你给我的传球应该更应该给我的脚下，不应该给身后，或者是刚才那个配合你没有做好，哦，今天我踢得很不舒服，就诸如此类的，我们是不管的。这个时候的教练组，我们会开始探讨我们发现的问题。一般是我先开始，我会把我观察到的东西，告诉给大家，然后其他的教练就会加入进来，说，同时也会发表意见，比如说，这个说的对，或者是这个说的对，然后还可以再加一些什么，或者是这个问题可以先放置一下，我们可以先改进另外的东西。主教练不说话的，主教练就听，最后他是拍板，拍板了以后，他用剩下的时间5到6分钟时间去跟教练去跟那个队员沟通。把我们浓缩到的几个点全部分享给他们。只有主教练大概会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可能会来问一下我们的想法。比如说，上一周两周前我们踢巴列卡诺，上半场0-1落后，然后我在中场提议我们可以更换阵型，从3后卫换到了4后卫，换成4-4-2的阵型。他采用了以后，他觉得是一个好的办法，但是他还会再问我几个问题，比如说你认为双前锋的话应该让谁上，中场的话应该换谁，然后我就会把我的这个回答告诉给他。那个中场我们换了4个人，下半场我们最后的结果是2-1，对，我们是一个翻盘的，所以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习惯，就是我们会给球员自己的时间，我们也会给教练自己的时间，最后只用几句话，1、2、3详细的点告诉球员。让他们能够更清晰的明白他们需要做什么，需要怎么做才能有下半场的改变。接下来就是下半场踢完以后比赛就结束了。比赛结束一般会有两种结果，要不就好的结果，要不就坏的结果。坏的结果呢，我们也不会去更衣室了，基本上就是孩子们自己先进去，让他们先自己消化沉默一段时间。反正该哭的也会哭，该难过的也会难过，也不会有人在那闹。我们会等他们一段时间之后再进去安慰他们，然后做总结，结束今天的比赛。如果是赢了的话，我们一般不会就让他们直接进去，我们会进去跟他们一起庆祝，还是把蓝牙音箱打开，然后就开始蹦蹦跳跳，然后就在更衣室里面疯啊闹啊，然后唱歌呀，他们然后就这个拍合照之类的。然后那么今天就很快的结束了。比赛结束一般我们不会做总结，就是这些的问题我们都会留到下一周的训练里面去做。我发现的话，在比赛日里面，西班牙的教练组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教学类的东西，他们都会留到训练里面去做。所以在比赛里面我们就是去比赛的，比赛怎么做，开始中间结束，那我们就去做这样的比赛。然后这一周的比赛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一开始的，我就要开始做这场比赛的分析，然后又要提交报告，然后我们就开始新的一个循环。然后我会给他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对明宇的看法。我跟明宇，他在这边叫吉米。我跟吉米是差不多同时到的球队，他比我早一点。我们都是前面8轮都没有参加这个球队的训练和比赛，前面8轮我们球队也确实是成绩比较差，1场未胜。那么，当我到了这个球队以后，知道里面有个中国小孩的时候，其实我挺高兴的，因为
我觉得我可以帮助到他一些东西。他当时的这个西语并不是特别的好，到现在已经有一些进步了，但他还是不愿意说特别多的话，跟孩子们这个跟其他队友交流，跟教练交流也好，还是简单的单词跟句子，都没有句子，就是单词。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在外的球员的一个比较困难的点，就是交流上的问题。他现在更多的是去接收，更多是去听，但是实际上他需要更多的跟别人去互动跟交流。然后从技术的角度层面来说，我觉得他的基本功不比这边的球员差，但是也要分情况。他在比赛里面的失误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基本失误，就是基础的技术失误会比较多。而且他踢的位置是中场，不是前腰就是后腰，所以他当他失误的时候，其实整个球队是比较被动的。但是他有他的非常好的优点，整个教练组都非常看好他，是他对这个视野，他的视野非常好，而且他对当时局势的那个判断，就是一瞬间的局势的判断，哪里会出现空间，他会把球怎么样传，他判断的特别好，他的传的威胁球的次数也是最多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他还是比较求稳。他控球以后，因为他的中场的身体对抗现在在这边的等级不一样了，他的身体对抗能力比较差，基本上被侵犯的次数也是最多的。那么他的整个身体基本上一拿球就全部到护球上面去了。那等到他这个再想处理球的时候，已经很难再把球很好的处理出去了。那他这个时候就只能向后传，向两侧去安全的传球。那这样的话，我们希望他做出来的有他优秀的，他的长处的时候就很困难。他的对抗这方面是需要加强一点，而且我觉得在对抗方面，中国球员在这里面表现的会比较挣扎，不是说身体方面的不足。就是哪怕是相同的身高、相同的体重的孩子，他也会显得会有点吃力。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孩子可能一直有一种分寸感，就是我做到差不多就可以了，我已经护住这个球了，那我已经按照我的这个技术特点，我已经这样护好球了，那应该能够护住了。那谁知道别的孩子是全力的就，咣就给你撞上来了。对吧？他们是拼尽全力的来给你做，你是只是按照要求，这样有分寸的来保护的话，那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总的来说，明宇在这边的表现可以说是，比较有起伏。他有好的地方，非常惊艳的射门和传球有，但是他也有很多不应该出现的非常低级的失误。他需要更多的提高稳定性和更多的适应这个球队的踢法，可能还需要时间，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以及我觉得交流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这是我对于明宇的看法。另外还有一点，他的这个高空球啊，高空球，我觉得这个好像我在国内的训练里面也从来没有对我的队员有过这个投球的处理方式。他在这边的控制，高空球的控制也比较，挣扎，他高球来了，努力去争顶，然后争到了那个球，反正只要是碰到了，他觉得就争到了，不管那个球去哪儿的，就是高空球的控制应该往哪里去，这点好像一直需要他提升，但是都没有特别好的提升，这个也需要后面再考虑一下。接下来我想花一点点时间，大概几分钟，跟大家说一下我在这边学到的一些知识，并且在这边他们的青训队伍经常会用的很多。比如说我在这边学的内容包括很多细致到的，比如说详细给你讲解训练课的内容；复杂一点的会讲解到，比如说这个体育场的运营，这个体育场的意义，它是整个足球世界的所有东西都在包含在里面了。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其中一个知识点，叫做球队模型。球队模型或者叫舰队模型，什么是这个模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利物浦的克洛普的利物浦，
瓜迪奥拉的曼城或者是贝尔萨的利兹联，他们是有他们独特的表现力和特点的，这个就是能够看出来他们踢的是什么样的足球。就是如果我们作为一名教练员，从自己脑子里面开始的，我想要踢什么样的足球，那么最终表现的应该是球队在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内容。我想要踢极致的防守反击，我想要踢非常完美的控球传球，那么最后应该体现在比赛里面。那么怎么从你的想法到比赛的结果，这个就是你建立模型的意义，就是你要把它搭出一个框架来，然后再往里面填东西。就不管你怎么填，今天你填的是头，明天你填的是脚，但你都在这个框架里面，最后你填的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框架，你一阵乱糊，糊上去了，到了最后你都不知道糊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建立这个模型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国外，我先说职业俱乐部，比较出名的像拉玛西亚青训营，像阿贾克斯，他们是从自己的梯队开始就有固定的体系，固定的模型。他不是说你今天要练传球，明天要练射门，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想练什么随便你，但是你要遵循我这个体系的原则。那么具体到我们球队，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每周三我们的训练，训练的内容就是我们这个球队的战术打法。我们要打支点前锋，那么我们今天的所有训练内容就要围绕支点前，只要相关于进攻的，那就要围绕支点前锋来做。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是一个以防守为主的队伍，那么我们以防守的所有的训练内容就得以防守的这个我们定好的原则，比如说第一点防守原则，第二点防守原则，那希望他们这么做就得怎么做。那这个模型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能够让你的所有队员11名队员在比赛的时候不同的时间段场地的不同区域能够有相同的想法，就是你要最后通过训练把这个内容灌输到你的球员里面。我在一开始接触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觉得哇好高级，因为我完全就算我这个学到了 C 级，然后我也自己自费去了德国学的这个 C 级，我也一直没有接触过。在我后来了解了一下，在国内有知道这个知识的人，也有不知道的人，但这个我想说的是，这个东西它只是欧洲这个足球文化发达的地区的成体系的科学的理论之一，它只是其中一个，就已经如果能够运用到我们的青训训练里面就这么有用的话，那如果有参与的青训俱乐部的教练员俱乐部管理或者是家长能够更多的接触到这样的东西，能够更多的接触到这些成体系的理论内容，能够放到我们的平常的青训里面去，会不会对我们的青训有个更好的提升？就是我们想要建一座房子，如果我们有更好的地基，那这个房子就会更加的稳固，更加的高大，更加的美丽。这个是我想花出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我在这边学到东西的主要意义。以上就是我的分享，东老师，东内容不多，但是我想说这么多。其实在你首先感谢啊，你贵姓？姓曾是吗？我姓尚。姓尚。曾是父母的姓，对。哦，这个四个字就是你的名字。对对对对对，尚是我父亲的姓，曾是我母亲的姓。哦，我还以为你是起的笔名的啊，那就是姓尚，小尚。对。我说实话呢，这个论坛呢开到第九期，每一位嘉宾呢都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也让我们都感到很受用啊。但是从这个球队和作为教练的角度来讲呢，我坦白的说，其实你今天给我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哎呦，您过誉了。真的，这是我是习惯于说实话的。坦白说，虽然我去过几次西班牙，虽然说小将也去过西班牙，也打过比赛，但是虽然我也在拉玛西亚带着邝兆雷去试训，但其实更衣室的故事，
教练组的故事，其实我知道的并不多，我只能看他们的比赛，然后也偶尔看看训练，我去推导他们是如何构建球队，或者是如何组织训练的内容，或者是他们的技战术的思维和思想。但是你今天呢，相当于是余则成啊，相当于你从这个内部，给我们带来了行，这样不的一会。个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因为不见得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深入到这样的一个西班牙青训俱乐部的这个内部。其实西班牙俱乐部它虽然是水平有高低，历史有长短，但它其实整体的这个模式和方式应该是大差不差吧，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太多，对吧？对，你内比容如是说不差的。我注意到就是像西班牙人的一线队，他会有一个任意球教练。就只要是任意球进攻或任意球防守，主教练马上回到座位上，然后这个教练就出来，然后所有的这种指挥，然后等这个任意球的攻防结束之后，他再回去，主教练再上来。然后我接触的这个西班牙人青训，他们也有这样的这个安排。我们在西班牙比赛，包括我们请西班牙人来北京打这个安居客杯，在现场我都目睹了，所以能看得出来，就西班牙的青训他和他的这个职业体系的这种厚重，最终呢已经业已形成了一些经验吧，一些经验，然后他们也有着足够的这样的一种实践作为累计，然后总结出来的这些能够对自己的球队有帮助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你对于一周的三练，所能够带给我的这种每一天训练的内容啊，或者是重点，其实让我也觉得会学到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呢，大概的方向呢也差不太多，有比赛的总结，然后有这个根据比赛的暴露的问题啊，要去修正和改进的，然后也有日常的一些训练，就是沿着我们的一些舰队的基础思路，每周都要去做的事情。当然也有这个赛前的一些，有针对性的部署啊，尤其是角球定位球，或者是要打某一个人啊，行左实右，然后今天主要要打身后，或者是怎么样，也会有，但是似乎呢没有你说的这么样的一个，就西班牙方面的这样的一种体系，或者一种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循环吧。然后你提到了这个姜明宇，我想问一点，就是你说他一些基础的失误比较多，是什么原因呢？你又说他基本功不错，但是在比赛当中又失误比较多，这里边可能是在对抗情况下、高节奏情况下，还是说在心理波动的情况下，还是什么原因呢？对，可能是我没有讲清楚。主要是在对抗的情况下，或者是他没有做好基本观察的情况下，他比如说他在做这个，他后腰的时候失误特别多。他在后腰去接后场球的时候，他没有做提前观察。那对手上来的时候，他第一步的逼抢，他绝对会把球丢掉。他不像其他的西班牙孩子，可能他第一步虽然没有观察，但是他能够护住球，把球再控好。他缺少这样对抗能力，或者是他第一脚已经观察好了，想要去处理这个球，但就慢了那么1秒，或者是0.5秒，他犹豫了一下应该怎么传，对手一上来逼，他马上这个对抗中就失去了所有的平衡和处理球的方式，然后马上这个处理球就不对了。对手一过来，他的整个技术就变形了，该传好的球马上就传次了，这一下，所以他的失误很多，会在这种情况下会很多。但是如果是没有逼抢的情况下，他能造出的威胁球是最多的，是的，也是对对这对。个明宇呢，因为也在小将训练比赛过，我对他的评价跟您对他的认知是非常非常相近的，就他有非常好的大局观，然后他在非对抗情况下，他的视野、他的长传的调度，包括 C 威胁球的能力，也都很不错的。当然你提到了，可能在一个高水平的比赛的环境里边，那可能他自身的这些特长可能会受到
不同节奏、不同对抗的这种意志，可能会给他的发挥带来一些难处，啊，但是这个孩子，我认为也是，对他对足球的基本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不得不说呢，可能这里边有，有自己的身体的天赋，比如说，我一直觉得他可能频率稍微慢一点，频率稍微慢一点。但是这个孩子又是可能又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刚才您说的这个交流，如果交流多了呢，可能他会有更多的这种信息的获取，然后彼此之间更多的默契，可能会有助于他。对，交流这一方面，我们的另外一个中场的球员长得很像莫德里奇的长发的一个叫卡马丘的孩子，他们两个是比较熟悉的，虽然可能说的话不多，但是训练结束前后那个明宇都是第一个跟他去击掌的，或者是互相鼓励的人，他们两个的配合就非常好。哦，这两个中场之间的配合就非常好。嗯，对，哪怕只是平常训练里面两个人眼神多注意一下，哪怕不是说话，两个人眼神多互动一下，那么能够形成默契，比赛里面就会有配合。交流也不一定是语言的交流，可以主动去跟别人多一点的接触。那么小尚，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你学到了很多这种理论，然后有参与亲身参与实践，你认为就是中国球员，在就以中国球员自身的特点或者是弱点，那么他比如说他如果想要在西班牙这个环境里边踢上球，你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或者说就最有可能的存在方式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会出中场吗？就优秀的就能够统领西班牙人的中场吗？还是我们能够出中后卫？还是说我们能够出一个这个支点中锋前锋？还是说我们能出边路的快马？我曾经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认为现阶段就是吴磊这样的前锋是唯一能够在西班牙的比如说西甲或者西乙西乙 B 可能能够存在的一种模式。你要再出现另外一些模式，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讲，再结合着西班牙的这种竞争，我认为是非常难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从我接触到的就是西班牙的西甲联盟的西甲西乙比赛当中来看，我觉得中国的球员主要还是存在的是技术上的问题，他跟哪个位置其实相关不大，就是他能不能够适应这个节奏和适应这样联赛的能力。那么我接触了很多日本的球员，包括日本的青训球员，他们在这边同样是亚洲人的身体素质，同样可能如果是同年龄段的话跟明宇差不多的基本功水平，但是他们一样能够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形成自己的一套生存的模式。我觉得先说青训球员，青训球员在这边的话一定是要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比如说咱们还是说明宇，明宇他这样的特长，他的这样的弱势，那么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踢球？那同理的，我们放到西甲的这个职业水平来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球员？其实我们国内也是有这样的球员的。他们需要的是，如果是支点中锋，我们也有支点中锋，可能也不比他们差。如果他们需要有优秀的后卫，那之前前几年这个张琳芃，我觉得他也不比那些球员差。对，关键还是他们能不能够适应这边的比赛节奏，这是一个适应力的问题，适应性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是能力有高低，能力肯定有高低，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球员肯定有达到这个能力的人，只是人数的多少的问题。那这个适应难道这个适应力是不是也是基于你的某一种能力？就是如果你能力到了，可能你的适应能力会强一些，就像你身体好，可能抵抗感冒发烧的能力就会强一些。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我们有学到一个专门的，就是刚才跟球队模型相关的叫个人模型的东西，就是球队在选择球员的时候，球员也是要需要选择球队的。对，
就是你自己的特长能不能够符合这个球队？嗯如果你适合现阶段的他这个情况的话，你进去的话适应起来其实非常快。我们还是以明宇为例子，他进到我们球队以后，前后适应了3、4个月，都还没有完全的融入到球队。这个其实是跟我们球队的打法有关系的。哦，我们对于中场其实不重视。哦，比较简单的去找中锋。对，哦，我啊，们西班有牙一也些有这前种锋和反手。长传为主的，对吧？这个主要还是看球队，就是看球队、看教练，我们结合球队的情况来制定那个球队的方式。那么，明宇适应起来就很困难。首先，不是他擅长的方面，对，你又不能说他能力不足，他其实能力是够的。对，那么，他就要去适应这个球队的踢法，那他等于是要从头再找到别的途径来融入进去，这个就很困难。我不知道这样说你能不能理解。我能理解。你比如说吴磊吧，其实吴磊呢，他。你要说和2年前呢，也可能会个人能力会有一点点下降，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整个队伍的打法，对，教练的思想，身边队友的配合度，原来可能还他能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现在呢，等于没环错。境变了，环境变了，就原来是绿洲，现在改沙漠了，他又不能当骆驼，他就可能就很难了，是吧？对对，您这个例子非常的合适，非常合适。对，嗯，他如果还是用他在绿洲以前豹子的那样的踢法，那对，在沙漠的时候就很困难。对对，所以不得不说呢，就是，当然可能有一些位置上的球员呢，他倒受此影响不大。你比方说门将，或者是后卫，应该是影响最小的，对不对？但是你要中场的，你是一个组织技术型的，但是，这个队要求的是更多的是急攻长传。那你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对吧？或者是这个中锋是这个队必须玩踢踢踏踏，而你是一个高中锋，是争顶头球的，那也就是没有什么作用了啊。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呢，所以作为中国球员来讲呢，想要在西班牙的中前场能够找到一个位置，我个人觉得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啊。相反，有可能边后卫，未来的，因为中国的小孩有速度比较快的。执行力比较好，再加上如果往返能力强一些，对不对？对，也刻可苦能能干会，的，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倒有可能发挥中国球员的速度灵敏的这个。对了，我想问问你，就是在你看来，当然我们把闵宇抛除在一边啊，因为闵宇虽然说在中国也是非常优秀的孩子，但是，实事求是讲嘛，他可能不是顶级的，就是不是顶级的那么一票人嘛，当然那票人也不多。那么你认为就是中国的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球员，就是他的什么样的一种特点是在西班牙有可能，是最稀缺的品种，您就指是的是相对技术上的特点稀吗？缺吧？啊，就是您说是技术上的特点吗？你说一个模型，你说一个模型，这个模型首先要符合中国的球员的特点，包括。他的历史文化，或者是他的某一种生理身体，然后这个模型是他具备了什么？可能在西班牙相对来讲，哎，他还有可能有点市场，有没有？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那么，模型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皇家马德里的模型跟赫塔菲的模型明白明就白完全不一样。那明白。明白他们需求的球员就不一样。那如果是赫塔菲需求的球员，那他们需要的就是体能一定要好的，然后身体素质要好的，能够完美的。第一次触球的，因为他们本身控球率就不高的，那这是属于他们的模型。那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球员的话，那适合的就是赫塔菲的人。明白。那你比如说，那那你的球队现在最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队员呢？我的球队现在最需要的是能够在前场靠个人能力控住球的人，或者是个人能力，进球的人，我们的进攻方式太单薄了。我们的进攻模式很单调，很单薄。然后，
队员的这个个人能力会稍微差点，主要是，我们虽然是 U14 的比赛，但我们球队80%的孩子还是13岁，明白，明白。他们在这个速度上和身体上，在一对一的时候太吃亏了，是是，所以我们的进攻方式只能是用相对来说优秀的球员去做单点的爆破，所以把我就们是现在如果。把这个比赛变成可能局部或者是这个单对单的这个，可能你的胜算还稍微大一点点。如果你要是整体对抗，可能反而没有什么机会了。对，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小组对抗里面太吃亏了，那我们么想，我你们也，那个马德里的那个皇家马德里的零球，你相对了解吗？皇家马德里的什么？您再说一遍。就皇家马德里的这个队伍，你了解吗？我有参加过皇马的 U16 的半个月的训练，也当哦，过他们的这个不，我就跟说队。皇马的这个09这个队，就有马塞洛儿子这个队，你了解吗？我没有接触过，没有接触过。没有接触过，那他们不也在你们这个大区？他们一级联赛，啊，他们可能是一没有，级。他们是在一级联赛有一支队伍，然后在我们这个荣誉联赛有一支队伍，但这支队伍在 A 组，我们在 B 组。明白了。对，我们这边有赫塔菲，有巴列卡诺，有马竞，但是没有皇马。明白。那么就是皇马的09，他打的其实很多比赛是不是也是要小打大吧？对对对，有的。那他目前他打大一岁的能什么样的战绩呢？他目前是联赛第一，只输了一场。那就说还是，大一就是在马德里地区的一级联赛的大一岁的队伍也踢不过他。他们因为皇马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跟其他职业俱乐部不一样，马竞他是有梯队。也有这个足球学校，皇马是没有足球学校的，他的队伍都是选拔过来的，他的队伍都不用交钱的。我们的队伍，你来训练的话，你只要交钱，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足球学院来进行学习，他们是全免费的，是通过选拔选进去的。然后那教练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要怎么踢就怎么踢，你今天不能上场，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已经是一个职业的足球运动员了，职业的足球俱乐部了。那我们这边，我们的教练还要尽量的进行轮换，让每一个孩子都去踢球。明白，那大家的层次已经不一样了。明白，明白，明白。那么小尚，你在那边还要再学几年呢？我目前是今年的10月份是整个课程学习完毕。那你是想回国呢，还是想在西班牙继续做事情？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想在这边多一些的工作经历、工作的经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职业俱乐部里面，然后多待一段时间。但是，因为我是已婚了，所以还要考虑一下这个家里人的这个想法，所以现在还没有决定。假如你要是决定回国，那么我希望你首先跟我能够谈一谈。其实我很希望，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有一种缘分和感觉的。其实我听你说三句话，我就觉得将来我们可以一块儿做事儿。啊，谢谢董老师。其实我也非常关注足球小将这个事情，就是说实话，没有冒犯的意思。我对董路老师您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对足球小将我是一直关注的。你我对了足解球足球小小将，将，您你就觉应得？该能了解我，因为足球小将身上很多都是我的特点。对对对，我开第一玩笑，开玩笑。次对您有印象，还是那个在德国您赢了多特蒙德的时候发的那个视频，是我最有印象的。对，当时也是因为压力比较大，然后饱受非议，然后说我们很糙，说我们不走地面，说我们太功利，说我们只会开大脚，那完全没，我觉得足球小将是目前国内的就是青训的里面，很难，应该是最能拿得出手的品牌之一了。他无论是他的队伍也好，还是目前在各个省市办的比赛也好，都是能够帮助到当地青训环境的。这个是作为教练员的我的看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对。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我知道，其实在西班牙，如果像你这样的一个所在的一种俱乐部，其实教练的工资并不高，是吧？我是纯义务的，那你纯义务就没必要跟他们干，那你还不如跟我合作。我开玩笑，我开玩笑，我他开玩们笑。这个教练组是这样，主教练就俱乐部只去找主教练，他认可的主教练，那么主教练负责这一支队，那你的队伍是你自己来组建的。比如说我给你这个主教练3000块钱，那你主教练找一个助理教练，你自己分他。你再找一个体能教练，你再自己分他。那像我们团队7个人，那如果每个人都分钱的话，那这个主教练就挣不到什么钱。那所以我们这里面，像我是自己找上门的，做实习的，就是只要是帮助他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像这边他有那个正在读教练证书的人，在这边读教练证书需要有那个实习的经历，所以他们也是义务的进驻的。所以像这样的庞大的团队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像我这样的稍微具备教练知识的，然后还在这个专门学这个足球相关知识的，然后有这样能力的去找他们，那他们很开心的，还不要钱，关键是。向你致敬啊！就是，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然后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就你刚才所展示的你的工作的那么精致的这个课件儿，真的，我都很难想象啊！我觉得有能够帮助中国青训的人有很多啊，我觉得你是非常重要的一类，你将来会非常抢手，真的，因为你可能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分析，你带来的是一种真正的来自足球强国，他们经过很多年的这种实践累计下来的很多的宝贵的，也可以被我们能够接受，并且或者是加以一定的汉化，然后最终能够给我们这个像运动，包括给我们的这个从事这个运动的孩子们。包括这俱乐部和球队能够带来很多新鲜的东西，真的，这是宝贵的。我不了解你的足球思维，我也不知道你的足球哲学，但是如果你能够有一天能够把你感知到的这些，好的这种青训的，对待孩子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训练的这种安排的体系，如果能够带回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那我认同，我认同。你理想中的足球是什么样的？就假如你是一个队的主教练，而且所有的队员也都可以任你去挑选，你想踢一种什么样的足球？我自己的足球理念是效率高的进攻足球，就是它是用最简单的传导、最简单的方式，能够用最高的效率去威胁对方球门的足球哲学，我是这么考虑的。比较像霍芬海姆时期的纳格尔斯曼和这个贝尔萨吧，可能有点像贝尔萨。那也是充满着一定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彩。对，但是我自己也清楚，就是一定要根据球队的情况去规划这个具体的战术打法，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有在硬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的能够极简的进攻。对，你平常的这业余时间多吗？不多。其实我之前有3份实习，就是早上在莱加内斯，晚上要来这个，就我跟您分享的莫斯托雷斯。然后之前还有半个月在下午在皇马。然后后来因为这个论文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就现在只在这个莫斯托雷斯了。明白，行，然后我回头那个，我跟我的同事吴冲说，我们加一个微信，然后我们再一块聊一聊，我很期待着未来，我想也不见得就是你一定会来会加入小将，但是我想表达就是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人，非常需要，非常非常需要，啊，因为关键你又好用，也不见得多贵。
对吧？对，不，开玩笑，我觉得最重要的极就简主是，义的，嗯。我觉得，因为你本身也不是这个专业职业出身，而且我坚定的认为，中国青训乃至于中国足球的未来真正的革命性的改变，应该是从它的从业者的组成部分开始改变，也就是没说，错，应该有更没多错。的跨行业的，甚至是非职业、非专业的，所谓的非职业和非专业的人当中，他们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的思维。其实我们总说所谓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这句话本身没错，但是我们自觉不自觉的就把职业等同于了专业，这是错的。没专错，业您不说的见太得对了，一太定对了。是职业的，职业也不见得一定专业，关键就是你看你干什么，因为一件事情，乃至于一个事业，他要真正的做，他不可能只有一个专业就能做好。所以我认为，未来的话，像您这样，像我这样的，就是跨界的人和更多的有志于，足球的这些各行各业的人，他们只要能够找到对足球的热爱，能够找到足球当中的某一部分，结合他们自身的知识、能力和阅历。那么他们一定可以帮助足球的发展。谢谢董老师，您的这个对我的肯定是我那么多年自己一直在自学足球，然后付出那么多的非常大的肯定。其实你的这个今天的表达，包括你表达出来的这些内容，对我来讲也何尝不是也是一种激励，因为我知道。我并不孤独，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热爱和梦想，我们有同样的相似的经历，在相隔万里的两个地方，但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能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让中国的青训，因为我们的存在，能够哪怕好一点点，那期待着。我们有更多的合作和交流，然后我期待着这个，哪怕海外青训论坛，告一段落之后，有时间我也希望跟你连线，我也希望你能够给我们实际的讲一讲你的这个，作为分析师，你实际的一些分析的一些案例，然后分享给我们这些，国内做青训的人，好不好？可以，没问题。如果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您随时跟我联系，我不，准但备是好随我很时希望说你出帮去。忙，就是如果我们下礼拜或者下下礼拜跟人大附中，8一中学如果踢的比赛是比较质量比较高的话，到时候我跟你谈个合作，我希望你能，有一天公开的来对我们的比赛进行一些分析，当然我要付你薪水，我不能像西班牙人一样就这么白白的使唤人，这不对，好吗？好的，好的，非没问常非题。常感谢你，非常感谢你，小尚。我媳妇儿一说实话，今天晚上你，谢谢你给我上的这一课啊，我脑子里边因为你的讲述，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也会去总结一下。我希望把我们现有球队的，无论是训练组织安排，包括这个孩子更衣室的文化。包括我们的整个舰队的这个未来的方向，我希望有一个更完整的、清晰的、更能够有效率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啊！不久的将来，我希望能够看到，好吗？好的，好的，好谢嘞，谢董老师。好，感谢小尚，然后这个好的，我会加你的微信，好吧？到时候咱们再联哎，系，好的，好，好加的，油好的，辛啊！苦董老师，哎，感谢各位朋友，好，再见。好，再见，小尚，再见。哎。非常受鼓舞，也非常非常的受教，他不是夸夸其谈，他也不是道听途说，他是真正的热爱，然后去学习，然后去实践，然后带给我们的是身临其境的。西班牙青训的，第一手的资料，虽然说他所在的队伍不是皇马，不是巴萨，不是马竞，但是呢，
就像西班牙足球，它也会有水平的高低，但他们的理念，他们至于足球的某一种实践的累计下来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我认为对于中国的青训是足够受用的。我们不一定非得知道拉玛西亚是怎么运作的，皇马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如果真正知道一个西班牙的类似于江明宇所在的这个俱乐部怎么运作的，我们真的如果能够学到其中的精髓，并且有一定的本土化，然后有一定的这个某一种改变，我相信我都能想象出来，他对于一支队伍究竟会有多么大的一种帮助，对于孩子的成长会有多么大的一种激励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夜晚因此会感到收获满满啊。这个抖音上有多少喷子骂我都不在意了，因为我在今天我收获了很多啊。当然我现在我得去吸个氧啊，然后我范雷呢，因为是我的兄弟，那无所谓，稍等一会儿也没事。接下来呢，我们会再接近去接一会儿去接近这个来自意大利的范雷啊，他会讲一下这个营养的摄取啊，对于孩子身体的这个重要的作用，好吧。好，听听歌吧，听一个歌。这个论坛真的是很有价值，很有价值啊。虽然说可能不见得有多少人说一定能听到，但是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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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价值。今天晚上这个很有价值。歇会儿。Thank you.
我回来了啊，祝大家虎年大吉啊，好声音合集。对，这个明天晚上吧，明天晚上我让我小女儿给大家表演一个漂洋过海来看你，今天练了，本来今天呢要给大家演出的，后来一看时间来不及了，睡觉去了，好吧。小魏明天生日，对，小魏明天生日啊，3月14号啊，今天是小矿的生日。然后呢，小将呢这场比赛呢，坦白说呢，就是对手呢，可能他们毕竟啊，他是校园，也是纯校园的队，对吧？虽然说是初三的，但是肯定他球员的这个基础呢，没有像小将啊这样的全国选材这么好。但这个队伍呢很顽强，而且战术也很对头，对吧？人家就防守反击，很对路的，而且很拼。我们呢其实表现的呢也还行，因为这种球不好踢，就是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呀，说这队没有那么多强，不是很好踢。你看利物浦赢布莱顿不也就2-0吗？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可能平常呢训练的都是对攻，啊，我们平常训练都是对攻，没有训练不会安排说破密集防守怎么破，很少，因为就总觉得这足球肯定就是对对来呗，啊，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未来这个事儿得去重视一下，因为11人制吧，它不像8人制。这个8人制吧，有的时候他防他也防不住，因为他单点一爆破就一脚抡就进了，过一个人就打门了。11人制不一样，11人制他战术的作用越来越大。就为什么说11人制冷门多，就在于他战术，他球员可能不见得有多么好，但是他战术对头，他拼，他整体防守，他反击啊，对吧？那就为什么说巴萨那保级队都赢不了，是吧？这个曼城也会输，巴黎也会输，拜仁也不见得这哪场球能赢，所以这是一个课题啊，这是一个课题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有风，就是我觉得风啊对我们这个打法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走地面啊，最近一直在抓这个传接球，这个传接球吧，只要一有风，甭管顺风顶风，这个偏差就比较大。你看今天有一个很就是一个球特别有特点，我们是逆风呢，这个后场队员呢传了一个半高球给吴王，吴王呢就想用脚做给后边的后腰，但是这小球一做呢变成了踩了，为什么呢？是因为逆风球逆风而来呀，他是在你预感到他到你脚之前就落地了，所以你按照原来的方式想去做，就只能变成踩了，因为球在你脚前面一个球位就已经落地了，所以就类似于这种呢，给这个传接球的这个失误呢带来了，就造成了很多的传接失误。那有人说，那人家也是逆风啊，你别忘了他多活2年呢，他多活了2年。那15的跟13的，他多活了2年，他一年经历50个风天，他多踢了100场，有多在有风的情况下踢了100次球，你知道吗？你这你没想到吧？没想到，我知道你没想到，你肯定没想到，对不对？你是不是肯定没想到？就是人是有经验的，人活着是有经验的。为什么说我50多岁了，你30多岁，我能讲出一些东西来，是因为我比你经历的多。我比你经历的多。那我比你经历的多，那我自然遇到什么事儿呢，我的看法和我的想法就比你丰富一点，这都很正常。你爸爸不也比你生活经验，不能这么聊啊，就是是不是你是不是没想到吧，你看就对了。所以这是一个风。以后啊，有风天我还真是得训练，就是越大刮大风我越得 多训练一段时间，珍惜这个有风的这个条件啊，这是第二点。第三一点呢，就是这个开球时间呢是12点半，所以整体来讲今天的精神面貌呢我不是很满意，就是照这个内部对抗赛那个劲儿差不少，但是呢我也能理解，
因为12点半平常他们都不踢球，12点半都不踢球，都在学校刚吃完饭，啊，都刚吃饱了，溜达呢，啊，正溜达呢，现在改踢球了，所以有一些队员的精神状态不集中，啊，这是我分析的三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都是客观存在，那我们得需要去克服，啊，需要去克服。像以后呢，我们周末如果再训练，可能我们就安排在中午。就安排中午训练，啊，就12点训练，就你没吃中午饭，那你将来要万一踢比赛，对吧？你正好赶上这个点怎么办呢？你不能不踢啊，对不对？啊，好，那我今儿就关于比赛的事儿呢，我明天晚上吧，跟大家一起来总结总结，因为我们下礼拜就对人大附中，初三的，然后再下礼拜呢是对八一中学，啊。八一中学有一个0708的队，我也不知道他是出07的出08，弄不清楚，反正应该是一个队吧。嗯，到时候这两场比赛应该比今天这个比赛肯定难度要大啊，因为对手都是很优秀的队伍，对吧？都是这个精英的队伍啊，精英的队伍啊，所以后两场比赛呢，我希望能够有提高，通过下礼拜的训练，然后我联系小尚，是吧？让小尚呢。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真正的专业的啊，人硕士，足球学院硕士，真正专业的一个比赛分析，到时候跟大家分享，行吧？跟大家分享。老有人说我这人呢格局不高，说老怼什么怼这个攻击足球的人，其实我这个人格局是很高的，真的，我这人的格局是非常高的，那我自己知道。但是呢，我在有一些。事情上呢，我比较较真儿，我比较较真儿了。今天我开车送我大女儿回学校，然后呢，我大女儿去小卖部去买个东西，然后呢，我说行，我就把车呀停在一个路口边上，当然那时候没有，确实没有停车位，但是因为在昌平，它本身它也这个都不是说这个很那什么的啊。结果呢，有一大爷也跟大妈过来了，完了张口就骂我。骂我说你怎么停在这儿呢？你们就什么这个就骂人，带当啷着。啊，我说大爷，我说你可以提出来。我说我这就是临时停的，打着双闪。我说但你不能张口就骂人呐。我说你不能张口撞骂人呐。哎，他还那样。我说那行，那你我说你撞吧，你撞这车，你撞，给你，你撞。他说：“那你今儿别走。”他说：“我今儿别走。”我说：“那行，我不走，我把钥匙熄火熄了。”我说：“我不走。”我说你饿不饿？你不得回家做饭吗？你不吃饭？我可以，我把孩子放这儿了，我没事儿。我说你可以告诉我，但你不能骂人，对吧？后来我说那怎么着？所以他妈没办法。你说这事儿你说怎么弄呢？我说那你我说那你要把手机拍吧，你拍你给我发网上去。没办法啊。来吧，咱们接下来这个，对吧？你说这巩汉林，你要说中国足球踢得不好，我认为一二三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这没问题。对吧？你不能，你前面说着明星挣大钱偷税漏税，那是违法犯罪。完了，你下面你就拐到某足球队挣300万500万，完了这比赛没看见他们进球，啥玩意儿？这俩不是一件事儿，俩不是一件事儿。偷税漏税是违法犯罪，挣球员挣多少钱是老板给的，不是说踢国家队给钱，踢国家队挣钱的是规划。大几千万，对吧？你小品，你演，你出去走穴去，是不是得给你钱？给你钱，观众没笑就骂你丢脸是吗？那不对，骂你挣钱错了不对，因为有人请你，有人给你钱，这是对的。至于说你能不能搞笑，那是能力问题。你说呢？会员到期了，可以，到期的。你要想续费的，你就给我发私信。
好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反正没办法，因为捅了马蜂窝了嘛。因为巩汉林他毕竟他的这个基础的受众还是有的。其实这波人也不关心巩汉林，巩汉林十多年没什么作品，他们只是愿意骂男足，就是骂男足是正确的一件事儿。说谁要是骂了，就谁就是好的；谁要是出来说了，谁就是坏人。我现在就成了坏人了，我就成了坏人了。其实你说老百姓骂中国足球，我管得了吗？管不了，我有时候也骂呀。但是你作为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你不应该这样。你首先你跨行业，你都没说你们文艺界烂的那样，跟你没关系吗？那世界杯踢不进去也不是跟我有关系，那你为什么骂我呢？是不是骂我都是就是有流量，他非说我蹭流量，哪你说我那蹭什么流量，我本身就流量啊。来，我们下面接下范雷啊，我这兄弟在意大利呢，在意大利呢啊。久等了，兄弟。没事没事啊，最近没有没有，最近这个米兰可以啊，米兰啊，可以可以，托尼的福，你直播了两场两场全赢了啊。这个你觉得今年意甲冠军到底最后会是什么一个格局啊？你客观的讲，还是说从内心的声音呢？是内心的声音还是客观的说？客观的声音，客观的说。客观的说，我觉得国米的希望大些。内心的声音呢？那肯定是米兰嘛。很好很好啊。那么这个意甲球队在欧冠赛场上的表现，就是国际米兰打利物浦，应该在意大利的反响还是可以的吧？就认为他们虽败犹荣嘛。嗯，大部分不管是老百姓还是整个这个足球圈里面的来讲的话，都是觉得这场比赛打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很有质量。嗯，可能就是比那个整个的一个点的话，会有针对于那张红牌，就是两黄变一红的一个点，觉得那是一个实际上呢可能是一个走向吧，就是说一个改变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向。嗯，但是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我们还是客观的说，实际上如果说。足球这个里面的话，那一场比赛里面就蕴含着大量的，就是我赛后也就是也发了个微博嘛，就是蕴含着大量的一个运气成分，就是说如果说在那个进球之前，实际上这两个门柱一个横梁，对，如果说有一个转化的话，那实际上这场比赛走势就不一样了。但是足球就是我们喜欢爱的足球，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因为它的不可确定因素太多了。就是我后面发了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利物浦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就是这样的话，可能是不是会对他后来的会有这个不好的运气转换成他后面一个关键进球，也有可能。对，一场比赛有三个横梁，可能后面有一个意外球，类似吧，就是可能是那后面的事情。对，但是包括他，比方说他两回合，第一回合感觉好像已经比较稳了，但第二回合又经历了这样的波折，他接下来的淘汰赛他就会。更加的这个谨慎和小心，因为毕竟这种比赛最后谁少犯错误，谁能够集中精力，谁才能走到最后。所以国际米兰有可能真的帮了利物浦在未来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更顺畅。有可能对，而且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足球，其实我们要是做一个理性的球迷客观看待的话，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你咱们说白一点的话，实际上就是你投入了多少，然后你就在这个层面上，会有一定的帮助。当然，这也不是一个绝对的，你说那利物浦不是皇马和大巴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嘛？其实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事情，但是它也是一个肯定有一定的因素在这里面。就是像现在就是董哥你讲的这个论坛一样，就是我们所有讲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决定因素，它只是这个因素的一部分。是的。就是我在这里面插一句，像我上次讲的这个所谓的生物钟，它一定不是我们国足输给越南的绝对因素。但是我们想想，这些球员是不是在一月份的时候，是不是他们这整个运动生涯当中身体条件最差的月份？嗯，因为他们在一月份既没有开始，应该没有开始冬训，也就是也可能是冬训的头，也而是这个上一个联赛本，他的身体处在一个恢复期和一个缓的一个期，
就是要咱说句难听点话，就是拿动物在讲的话，它可能在冬眠，嗯嗯，对吧？有可能在冬眠，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它应该是这个占有这个因素的一个部分。我们就是说，你可能这个咱们这个整个这个论坛已经举办了9期了，我们全部都是在可能都是来在聊这个每一个小小的因素决定了我们差了这么大的一个原因。嗯，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些原来在欧洲效力的外援，然后转会到了中国中超，他可能会在6、7月份状态就很差，因为他以前在欧洲这是一个就度假的这个日子，是一个完整赛季结束的。对对对，而我们欧洲的是跨年的，我们是单年度的，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影响的。对，就是我这两期嘛，就是说这次又非常高兴啊，再次又回到这个论坛。我这两期其实我讲的内容，其实我们一直在说，足球是生活，足球是生活，足球是生活。完之后跟各位就是大神嘉宾聊的大部分都是跟这个技战术文化可能相关的东西。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我这边其实也有，因为我也参与到这边足球生活当中。比如说我米兰周边，我130万的人口，有将近1000个俱乐部，是吧？就是我在这个5级联赛的这个俱乐部里面，就是我在那个5级联赛里面，第5级联赛，比如说意大利的第5级联赛，有106个组，将近有1668支球队，整个全国，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我上一次也没有太说，你知道吧？就是你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中国足球现在可能处在一个茹毛饮血的阶段。对，这句话我是特别认同的。对，这句话其实我是特别认同的。其实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呢，可能大家听了之后会觉得啊，但是作为我的人，我是东北人，比较直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否稍微早了一些。可能这个我在这个家我在这个论坛里面是比较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人，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可能比较尖锐，就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也是一直挺就是从事足球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可以就是说咱们提出来董哥咱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你，或者是有没有人就提过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五大联赛的国家，咱如果说我没有算葡萄牙，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总人口数加在一起将近200万华人，将近200万华，这五个国家加在一起，就是现在注册的将近200万华人。我现在想，就是我们就是提有一个这么一个疑问，就是这两百万华人基本上也经过了3代移民，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移民的这个孩子已经到了第3代，就是说为什么没有一个能在第一级别或者第二级别暂住的？我这是一个疑问，我们可以探讨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你，就是说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土壤和文化，就是我们这些移民的话，就是我们这些在国外这些足球发达国家的中国人，我们是不缺这种土壤的，对吧？我们就本身就在这个土壤上，我们就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们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没有出来一个能在这个里面站住的？我想说为什么我这个时候提出来呢？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今年在这个美国的那个超级碗里面，有一个决赛的时候，有一个华裔的小伙子，他是作为一个华裔，他的父亲是加拿大人，他的母亲是中国人，进了超级碗的决赛，是美式橄榄球，对吧？那美式橄榄球比我们想讲的中国这种这个足球来讲的话，对抗更要靠身体，更要吃身体。但是我们在这么多年情况下，这个小伙子现在已经进入到就是说在美式橄榄球闯出一片天地。其实说这是给我一个就是一个思考，我也没有解答啊，我也没有办法解答这个问题，我只是提出一个思考啊。所以说我就是没有去过多的去强调这个上层的东西，比如说刚才那个朋友就是说那个哥们儿讲的这个介绍的这些东西，就是我还是个人认为觉得，其实我们到了这边，就是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是到了这边，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是我们真正的爱足球嘛，是吧？我们真的爱足球。第二个是我们为这个足球，我们就是说自己奉献了什么，我们付出了啥？我现在就是直接进入到我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好吧？好的，就是我小时候是一个就是怀揣的足球梦想，就上次也讲过怀揣足球梦想的一个少年吧。当时我是辽宁人，我在辽宁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一个
辽宁体育的一个圣地，就辽大院。辽大院的时候呢，就是我是属于最底层的，就是属于过来拿钱踢球的那一批孩子。我当时其实最大的梦想，其实并没有年轻的小孩的时候，并没有所谓的，没有太所谓的，就是说要被将来成为国家队或者怎么样。其实最大的梦想那个时候就是说去食堂的四楼去吃饭，去食堂的四楼吃饭，因为第一楼和一楼和二楼就属于大众食堂，第三楼能上到三楼的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就是说在国家级的比赛当中是有能拿到成绩的。到四楼的那就是国健将级，就是能在国际比赛当中拿到成绩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在一起聊天的话，大量的就是在想一个问题：三楼是吃什么？四楼是吃什么？我是大量的在想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到我后面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是对于这个吃，我也吃和吃什么也是特别特别感兴趣的。一直到后来我到意大利刚开始留学的前期，因为我留学的这个专业方向可能就是跟这个人类营养科学有关，我在这个前刚开始刚到意大利的时候特别有幸，就是上过一堂课，这个人叫Giuliano Bosella， 就是我们中国人叫波塞尔，他是个营养师。这个人可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实际上实际就是梅西的营养师。我今天这个主题其实并不是我今天写的这个主题，我今天这个主题是我想我的起刚开始我起的名字是只看你吃的东西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no， 这是我今天的主题。这个主题当然就是说太硬了，就是说这个话可能讲的太硬了，就是说我们把它改成了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主题。然后这个我通过他上他课后面原来自己一些学的一些东西，包括跟这面的一些俱乐部或者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可以通过他的一个采访，我们了解一下他对这个职业运动员的饮食的一个看法。就是他说通过测试我们能看到食物的摄取是如何影响身体的每一块肌肉。这不仅仅是改变饮食方式，而是需要拥有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食物有太多污染的时代。这个是他讲的是意大利啊，没有讲咱们国内。我首先首先讲，他讲的是整个欧洲，就是意大利的。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食物有太多污染的时代。这方面在我们对抵抗力和身体机能恢复进行检查时表现的尤为明显。只看你吃的东西就不可能成为一名职业球员，这是他说的，这是我们中文媒体翻译过来，但是我去把这个原版给找出来了，我翻译了一下，他就是这个话其实要翻译的话其实没有这么硬，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连你自己最基本的生活方式都不愿意改变，那你凭什么会成为一名职业球员，就是更别说他说如果说你更不能成为职业球员，更别说像梅西这种现象级的人物了。就是说，这是一句话，他给最后给梅西就是我把很长的一段采访，我只是把这个有用的摘出来。他给梅西所提供的这个营养的，就是大概的一个方向是，多吃有机食物、时令的水果和蔬菜和未加工的干果，特级粗榨橄榄油、鸡蛋和新鲜的鱼类。最重要的是尽量少加工食物，就是对于你的食物尽量少加工。然后每周的吃饭次数是每周21餐，如果我们一周是三顿饭的话，大成正常人的话是21餐，他可能会按推荐每期吃16到17餐。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一个采访中我们得到的信息。然后这个就是我给董哥你看，就是说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今年2021年到2022年，一个小学幼儿园12个月到36个月，就是1岁到3岁的一个幼儿园的一个食谱。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意大利这边的这个幼儿园一直到中学，它是需要在中午放学的时候吃完饭再放学的。所以说他的饭是在食堂吃的，他的饭是在食堂吃的呢，所以说这些学校是需要这个采购在外面订购这个饭。然后
我这边有两份菜谱，我简单给大家就是念一下，就是说看看就是意大利孩子中午吃什么，因为意大利孩子他下午可能要进行除了学校上午的这个上完课以外，下午还要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所以说他的中午饭其实挺重要的，因为他要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咱们拿这个小学初中小学和初中的这个饭举例，周一的时候是第一头盘是周一茴香沙拉、有机豆酱面、巧克力蛋糕和这是周一。周二是有机西红柿面，有机西红柿拌饭、烤鳕鱼、豆角凉拌豆角、水果。周三是全麦绿酱面、米兰猪排、应季水果、蔬菜。周四是奶酪饺子、奶酪烤茄子、水果。周五是意面、扁豆饼、朱丽叶胡萝卜和水果。我念了一个第二周的这样一个，就是说他们的大量的饮食，就是说整个这一章，整个这一个四个月，就是他的一个学期的这个菜谱，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里面和刚才我给你就是说念这个梅西讲的这个他给梅西推荐这个食谱，实际上有很多重合的地方。这里面有所有的油和意大利面全都是有机的。然后时令的水果和蔬菜，就是应季的水果和蔬菜，就是说全部体现在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菜单上。鸡蛋和新鲜的鱼类，这张食谱里面一共有二十顿饭，里面出现红肉的这个菜只有一道，红肉只有一道。所以说就是说我们通过这面，就是说这面给配送的这个餐，我们可以再通过就是说专业的营养师给梅西提供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对于这个正常的儿童啊，他倒并不是说专业的运动员所提供的这些东西，他是比较注重这个所谓的一些营养的均衡和丰富性，因为他所小支撑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对你这个身体里面每天所营养所达到的东西和我们认同的，就是说我们吃饭怎样算吃好，吃饱了就算好了，对吧？他们这个饮食可能就是说给你配的是你必须得达到一定的营养元素，比如说我们的三大营养素，脂肪、蛋白质和碳水，这个是最基本的，再包括一些微量元素，钙了也好，磷也好，或者这些也好。所以说他们这些东西会把你这些东西都给基本上给你配全，给你吃掉，这个是只是一个配餐公司给的，家庭里面东西大概也跟这个东西是一样的。这个里面的东西，所以说就是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吃是一个他给建议比较明显，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说他会给你告诉你每一个孩子需要吃多少，就是说你的这些吃的一些东西一些量和你这个饮食里面给你配的这个饮食里面你的营养素是什么，你这个饮食这一道菜里面的营养素是什么，他会给你标注的很清楚。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孩子的家长他是就是说一个有一个特别特别指导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我知道我孩子今天吃了什么东西，我看这个东西我就明白我孩子吃了什么东西，我需要在早餐和晚餐肯定再给他补充什么，他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指导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老外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非常细节的，就是说他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给做的一个特别特别好。再就是我们俩第一次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董哥就是说聊的一个话题，一个最基本的话题，就是说你希望我给这个咱们国内的孩子一些进行的一个就是说
建议，就是说关于这个建议，我当时也就是提了一个，就是说我希望国内的孩子其实多补充一些，就是说乳制品。可能当时反响挺两面的啊，就是说可能是这个反响挺两，有走向两个极端。嗯，但是我今天可能说就是说我推荐大家今儿补入乳制品的话，实际上最主要的还是我希望大家对于这个钙元素的摄取还是要重视起来，就是说对于钙元素的重视，不仅仅是这个咱们的这个运动员和这个青少年，我们成年人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今天我可能不换一个说法的话，如果说你的孩子对于这个牛奶或者乳制品不是特别重视的话，可以呢这个比如说可以换一个方式，我们的豆浆，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豆浆也可以在这里面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是吧？如果说比如说还有菠菜之类的，当然菠菜的钙的话，它不是游离那个很容易会形成一些草酸，就是草酸钙不太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营养的重视我觉得应该远远大于就是说身体的一个关注度，身体就是训练的或者是一个基础的关注度，是这样。那从这个你所了解到的，就是它这个它是意大利本身的饮食结构就有助于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营养的摄取，还是说很多孩子是因为想要从事体育运动才去有意识的去选择这样的这个食谱呢？他这个不是的，因为我刚才给拿出来这个食谱，它不是针对于运动员，它是针对于一个所有的小孩，所有的孩子。因为刚才我也讲了，它一个细节在于这里，就是说它有所有的孩子的话，它会给你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打个比方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孩子不是做运动的，你下午可能是去学钢琴，你每天的消耗量就没有那么大，那你就少吃一些。他对于孩子你就是少吃一些，如果说你的孩子下午是去踢足球或者是去做其他的身体运动，那你孩子就多吃一些。哦，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孩子是这样的，就是董哥，就是说我们吃进去了不只是让孩子饱了，我们得考虑吃完之后这些东西消耗完之后我们剩下什么，在体内能剩下什么。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钙元素，我只是说这个里面的一个元素，因为这个东西讲的就太多了，我只是讲这一个元素，为什么有这个钙元素啊。钙元素对我们这个肌肉收缩起到一个特别关键的作用，它是一个媒介，再就是一个神经传导，还有一个缓解疲劳。在我们的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你这里面有这个查出一种兴奋剂，它主要的这个元素里面就是钙元素，用钙元素做的一种兴奋剂，它就是缓解疲劳。所以说，如果说咱再打个比方，就是说你可能打你抽筋了，就是你骨骼肌缺钙的表现，对吧？你要抽筋的话，实际上是你骨骼肌缺钙的表现。再有一种可能，如果说你心脏疼痛、心绞痛。其实有可能是病因，也有可能是你心肌缺钙引起的心绞痛。当然这是属于这个医学方面，咱们是讲这个，咱讲的运动方面的话，它就是这样。他说，所以说你这个钙1%的钙是放在这个血液里面的，99%是存在骨头里的。而且这个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吸收是会越来越弱。你年龄增长就是对于这个钙的吸收是越来越弱。然后骨头你要吸收弱的话，如果说你每天补充的钙如果要不够的话，你只能从骨头里把这个钙通过食骨细胞释放出来，放到你的血液里来维持你的生物平衡。来维持你的生物平衡。所以说如果长此以往你的平时的日常饮食对于这个钙的补充不够的话，你这样的话你的骨质疏松，这就是骨质疏松。而刚才就是我看这个弹幕也有说，就是说喝骨头汤补钙，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传统饮食的一个误区吧。骨头汤里面没有钙，因为这个钙存在骨头里面，没有视食骨细胞，没有把这个骨头里面这个钙释放到这个汤里面，骨头汤只是一个嘌呤比较多含有脂肪的汤吧。
所以说就是大概就是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我单纯拿出来一点讲的话，就是说我还是希望就是大家比较就是重视这个饮食，而且特别是希望在这个乳汁这个我单纯说吧，就是钙的方面，大家把这个东西就是说还好好好的就是考虑一下，尤其是孩子的家长。那你这样吧，你刚才讲的那个范雷，你这样就你结合着你在国内生活的这个感受，再到意大利。然后接触到这样一个营养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尤其是这个孩子体质的这种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你能不能具体一点给我，比方说小将的孩子现在13岁，你认为早餐午餐晚餐你大致给说一个吃点什么，比方早餐吃什么豆浆油条包子豆腐脑能不能吃？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你比如说豆浆是可以吃的。首先你得考虑到这个孩子这个整个的一个他这个生这个食物的一个多样性，对吧？比如说我们吃了豆浆里面有蛋白质，对吧？补了蛋白质和钙，然后还要考虑到我们吃油条的话，油条可以，但是你如果说你把油条换成了你我们单纯的一个馒头或者是包子，是不是这里面它的油就会少一些？这个油是什么？我们的油是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它是不健康的，对吧？就是饱和脂肪酸是不健康的。同样是你吃油条是为了饱，那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油条换成为了饱能让我们产生富饱感的一些淀粉，比如说馒头。我打个比方，就是咱们讲中餐的话，那是不是可以馒头？或者你说鸡蛋果子是不是也可以，里面不加油条的话，鸡蛋饼是不是也可以？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我结合咱们中餐讲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得罪就是一些人啊，就是说在这里面就是说影响不同的反响，因为讲的大家都明白，就是说大家都懂啊。你这个东西，我们其实刚才我给大家念了这个一个一周的食谱，实际上你这个里面你会发现老外的东西，实际上里面的调料不是很多。它的酱料其实并不是很多，它主要是刚才我也说了，是对于你这个食物尽量去少加工。我不知道我说的少加工，如果说尽量去少加工。如果说咱们这个菜你不能吃生的，其实你是否可以给它稍微煮一下，用这个少加一点点调味料煮一下，拌一下，凉拌一下。如果说你不会吃生的话，是不是可以少加工，不要去把它煮的特别烂，或者是爆炒的特别特别的，就是说已经没有菜的味道了。我只能这么说。就是说他这个刚才这个营养师提供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一是对于这个材料食材的一个选取，第二个是对于这个食材的加工，这最主要就是这两点。最主要就是这两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讲了，就因为我是没有针对于所有人啊，就是对于咱小将，因为咱小将每天都训练，所以说晒太阳这个基本上就是无所谓，因为你每天都会在户外，对吧？你每天在户外的话，你的维生素D 的话实际上就不用考虑。针对你维生素 D 是促进这个钙的吸收的，所以说你每天在户外只要能正常的话晒半个小时，你的维生素 D 是吧是完全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自身是可以合成的。人体13种微量元素，只有维生素 D 是人体可以合成的。所以说你只要吸收完之后，对于这些我们刚才你讲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东哥，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这个东西真是因人而异的。我刚才给你提供的是一个大方向，我不能说就是说老二是吃什么什么什么，矿道里是吃什么什么，那是他们的家长需要根据他们来自己总结和得出的。因为我也没接触到，对吧？明白。就是我提供的建议就是什么，就是说食材尽量少加工。第二个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食物的多样性。明白。食物的多样性，还有就是尽量的少加工。对，明白了。的确，因为这个实话说，这个足球呢看上去只是踢啊，训练教练技术战术，但其实呢足球的很大的这个一个因素就是身体啊，刚才我也说了，身体有的是天赋，对吧？
那你说你要有足够的天赋了，那还有一个保持，对不对？然后如果说你的身体原本，身体没原本就没有那么强大，那你通过饮食、通过训练都是可以，让它变得更强壮的啊。但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咱们讲一个身体，咱们身体的其实三大因素的话，就是基因、训练和生活方式。我不知道我说的你同不同意，就是基因我们就大家都明白，训练刚才就是大部分都在讲，生活方式这里面有一个饮食和一个休息，饮食和休息啊，你得休息，就是说如果说就是简单讲的话，饮食和休息，你的饮食和休息特别重要，我们就不讲了，刚才我们就讲了饮食。我们现在没有，就是说你说能把它达到完全，就是你一直想做一个精英化，就是说我们非得就是说强调，就是把每一个孩子按照这个运动这职业运动员来培养，是不是啊？这也是可以，但是这个东西是我个人觉得是应该由家庭来完成的。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一部分是应该由家庭来完成的。现在的网络和现在的整个这个信息就是交互是特别特别发达的，对于他们自己孩子愿意吃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对他们孩子有没有帮助，其实最最明确最清楚的实际上是自己的家长，实际上最清楚是这样的。我打个比方，我一直在说今这次我说的比较说，我是一直说牛奶的问题，那大部分人都是乳糖不耐受，那我说的话，我要把这个一直说牛奶好，其实大部分乳糖不耐受，这个东西就不成立，他喝了也难受，是这个道理吧？我现在这次的话，我只能说一下，就是说，你对于你自己的食材尽量少加工，然后你进行你的食物多样性，而不仅仅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我拿到这个菜谱也可以看到，并不是仅仅的简单说一句，老外就是吃肉吃的特别多。我现在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老外吃肉就是说平均的吃肉量和咱们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你摄入到红肉，红就是我们讲红肉啊，就是最基本的，猪牛羊这三种肉和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是吧？就是这就是决定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科学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就像刚才我还有人说，就是说我们补钙的话就是喝一些骨头汤，这是实际上是还是就是关于这些东西还是没有仔细的去研究，没有仔细去看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在这里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一直在强调，就是对于这个钙，对于我们钙元素，对我们这个运动员特别特别重要，钙元素特别特别重要，而且如果说可以的话，是尽量多吃一些白肉，我们刨去这个所谓的这个食物的一些这个食物的一些安全性的问题，我们尽量就是多吃一些白肉，比如说鸡肉或者是海鱼、鱼类、新鲜的鱼类之类的。好，谢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其实今天讲这个其实特别有压力，董哥，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明白，你知道吧？就是我给你讲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也有不同的意见，对于这个事儿。不，我没有意见，就是我本身对这个东西吧，可能平常确实缺少足够的思考，或者缺少足够的这个认知。不过你提出来这个呢，是有道理的，就是饮食结构最终还是会给孩子一定的影响，会给孩子。我们经常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刚才讲了C 罗昨天帽子戏法打破了这个记录，我们一直说讲 C 罗一直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C 罗是特别注重自己的饮食，对吧？就是说也有说在媒体在讲 C 罗家里面只有白鸡胸和这个纯净水，是吧？只吃白鸡胸纯净水，或者是说是请这个维埃拉到家里面打开冰箱全都是鸡肉，但是我们动脑子去想一想，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对吧？就刚才我讲那个，你光吃鸡胸的话 ，C 罗到这个年纪已经骨质疏松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他们的饮食，这些球星的饮食是已经是完全被人已经就是说专业的营养师已经规划好了，被专业的营养师规划好了。我们可能受这些东西太多的影响，或者是我们更注重一些表面，就是说能看着的东西，忽略了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既然我们说这个足球是生活，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把这个生活这方面也是应该能注重，像注重这个训练一样注重起来，
你让我推荐，就是说对于这个足球小将的家长啊，就是说应该讲的话，咱是自己人，对于足球小将的家长，完之后有些建议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一下，就是说我们每天在督促孩子完成你定的训练量和比赛任务的同时，然后躺在床上的时候思考一下，我今天咱们的孩子的营养摄入是否已经达到了一个标准，而不是仅仅就是想一下啊，我们的孩子今天是不是吃饱了。明白。是我其实我能给的建议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可以。我想可嗯，能，也许呢，就是家庭的这个主妇，就是孩子的妈妈，因为她平常是帮着孩子来组织这个伙食饭菜的，然后我们也会让这个小将的家庭啊，妈妈们都再重新听一遍你的这个讲座，然后有一些建议，也希望呢这些孩子能够从小就能够建立起一个更适合于他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或者他渴望从事这个行业所需要的那些营养的摄取。要是普通人的话，其实也无所谓。你看也无所我谓。也什么都吃，完现在不也还可以对，其实，董哥，我特别特别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很简单，我如果打个比方，我们是考演员，考取演员专业的话，就是比如说做舞蹈专业的话，我相信就是说孩子家长是不会对孩子让孩子就是随便吃的，是吧？如果说你考北影或者中戏这样的院校的话，你在这个你孩子成长过程中是肯定不可能是一直是在随便吃的，他是对于这饮食一定是有要求的，所以说他属于特殊人群。当我们小将的话，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比如说将来是想达到自己个人啊，我说的是个体，就是你自己个人身体的条件的一个天花板的话，尽量去触碰自己个人身体条件天花板的话，我觉得饮食在这里面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是的，是的，是的。是，也需要从现在可以考虑的一个事情。的确，这个，培养一个球员其实并不容易啊。在为就像你高考，可能一分可能能差出一操场的人，那么这一分可能就是一个小的细节。那么事实上，这个饮食，对于普通人来讲就已经很重要了。那对于这个你将来想从事竞技体育的人就更重要啊。所以非常感谢这个范雷啊，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于饮食啊，对于青少年体质啊，这个一些影响啊，挺好的。可这以，个自律，有人说自律习惯都很重要，关键就得有这个认知。就如果说是他，如果说你他实不际认上，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事儿，那这个事儿你肯定就不可能重视起来。他实际上，刚才我像刚开始我讲的第一个事情，我是讲，他实际上不光是一个饮食，他就是你需要去把你的生活方式确定好，他不仅仅是一个饮食的问题，他是通过的饮食确定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行，好，范董哥，雷，感好，董谢哥，啊，非常哎，感谢。然后咱们一起预祝，也不能说预祝米兰哈，就预祝意甲有一个哈哈，就是更辉煌的结局吧。是，希望这个意甲这个观赏性越来越高，然后董哥可以在这个岛上多直播一些意甲的比赛。好，哎，接下来还有哎呀。什么意甲的焦点之战吗？有一个那个米兰德比的第二回合，意大利杯必须上岛，啊，好吧？米兰德比啊，第二回合的意大利杯啊，好，那行，好，谢谢再董哥，见，谢谢董哥，哎，再见，再见，范再雷，见。再见。很庞大的一个学科，今天呢，其实以前我们更加注重输赢，技术战术，这固然很重要，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这样一个运动存在了100多年啊，然后在这种发达的足球的国家里边，他们确实也形成了很多方方面面的支撑，就相当于你盖起一座楼啊，它有这个有柱子，有什么，有梁是吧？钢筋、水泥、陶瓷，它方方面面都能够凑在一起，它才能形成一个坚固的漂亮的建筑。我们现在的基础就本来就不牢，
然后上面也都乱搭的积木跟就堆的，嗯，所以通过这个论坛呢，我相信呢，不论你从哪个点上啊，不论你是一个教练员还是一个学球孩子的家长，不论你是从这个他们的文化角度啊，还是说是这个技战术角度，还是说俱乐部的建制，还是生活角度，还是俱乐部的运营，乃至于孩子的饮食啊，孩子的性格心理等等啊，都会得到启示。其实有一类人，其实他的工作呢是比较鲜为人知的，但可能我们论坛上不见得能找到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欧洲的一些职业俱乐部里边，他比方说到了16以后，他有梯队了，梯队就集中住宿了，那么他会有一个心理的按摩室，因为16岁他有搞对象的呀，什么家庭有变故的呀，完了又有成长的烦恼啊，打不上主力啊，完了各方方面面呢，他就有心理的问题。那么欧洲的一些这个青训营，他就专门有这么一个屋子，就专门有一个心理按摩师啊，就相当于是牧师，就我过去忏悔去，就那种感觉。像这样的人咱找不到，如果也咱们可能能找到心理咨询师，但是呢你心理咨询师他要不了解这个运动，他不了解这个从事这个运动的孩子的生存的这个成长的环境，他也说不到点儿啊。你随便找一个心理学家，完了你跟他说你聊一聊青少年足球这个运动员心理的问题，他说不到点儿上，肯定的。就跟巩汉林说足球，他能说到点儿上吗？说不到点儿，说不到点儿。嗯，但是呢，就是这个论坛呢，会让很多人，应该说是能够茅塞顿开吧。啊，嗯，我回头我让这个是不是朱尿妈妈在这儿呢？朱尿妈妈，你把这个范雷先生的这个发言总结一下，总结一下，然后形成个文件，然后到时候呢，你给提报一下，然后我给下发所有小将家长，啊，让所有小将家长这个照方抓药，啊，嗯，就把饮食先搞起来，啊，先把饮食先搞起来，嗯，按照欧洲孩子的标准先搞起来，嗯。然后我呢把这个今天第一位朋友小尚的那个发言我再总结总结，先把这个我们的更衣室文化搞起来，对吧？嗯，我们的孩子中国人呢，就是孙继海说的，说中国人不太适合踢足球。我说句实在话，我从我内心我是真同意他说的，但是因为我现在带着小将，我也不能公开表达。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但是我们不是说不能踢好啊，也可能能踢好，但我们真的不太适合，不太适合，不太适合呢有多种因素，性格，然后这个文化传统，啊，社会的风气、环境、教育，方方面面。就其实我们这如果真出了一个孩子，他妈太不容易了，真的太不容易了。就是我们这个孩子也你说。该张扬的时候不张扬，不该闹的时候闹，该听话的时候吧不听话，不该听的呢他还老听，假如那就是稀里糊涂，啊，就是小将还好点，就我反正我有一个深深的这种感觉。但是因为我也毕竟是50多岁的人了，你说我50多岁，我要要求他们13岁，那也不可能。我小时候可能也是调皮捣蛋，但是我小时候吧，我觉得和现在的我有时候会想我小时候，和现在的我的13岁和他们13岁有什么区别？他妈的，我后来我发现最大的区别就是他妈日子过好了，家长不打了，这是最大的区别。真的就是日子会更过好了，看电视，玩手机，然后想吃什么吃什么。我那小时候他妈哪有看电视呢？看什么电视？哪有手机？给你个半导体就不错了，对吧？然后吃想吃什么吃什么。我爸天天的给我们弄这熬茄子，熬土豆熬白菜，土豆熬白菜，白的茄子熬，就这么的，就吃这个。还有一个呢，你不对就打，
现在不打，这刚说健康成长，你看我爸从小打我打到现在，我不健康吗？我这人不健康吗？你不觉得我很健康吗？啊，我这精神状态，我这个格局，我这个内心的这个善良，悲天悯人，我也没有家暴倾向都没有，都是我老婆家暴我，嗯，是不是？我是不是挺正常的？我还有积极的人生目标啊，理想，然后务实，对吧？所以就这两点。但还有一点就是社会不一样了。我们小的时候，每年3月5号学雷锋，对不对？五讲四美三热爱，小学生守则从头背到尾，从尾背到头，对吧？我们的心目当中的英雄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对吧？日常学雷锋，扶老奶奶过马路，老奶奶说不用扶，我们也要扶，必须的，对吧？然后，学习上是一帮一，一对红，那学习好的就认领一个学习不好的，俩人每天在一块儿，学习好的教学习不好的，一帮一，一对红。您，我们是这么成长的环境，现在一帮一，一给一对一 PK 都是内卷，干死了，对吧？家长以前是家长，小孩打架，两波家长冲出来了，都他妈奔着自己孩子去，叭叭叭叭打，就先打自己孩子。现在他妈直接奔对方家长去，他妈家长先打起来。所以这东西他妈的，所以不是说中国足球越踢越差，是影响中国人踢球的这个因素是越来越多，你知道吗？这是实话。为什么说现在你要说现在的12岁的孩子踢出来，可要比范志毅、什么孙继海、杨晨踢出来难多了，难多了。你问问杨晨小时候，周宁小时候，他爸周宁他爸带他们的时候是什么条件，是什么一个管理的方式，就这才出了这样的人才。你现在这种方式其实他妈难多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很多人光看到啊球场，完了外教，完了这个训练条件，完了这个大哥，擦什么扯王八蛋，扯王八蛋。那李惠堂出来这就是为的，以前哪有教练呢？对吧？小孩想踢球就买一个书包就踢啊，找一堵墙就自己踢啊。现在不行，现在踢球得交钱。我们小时候踢球，谁到哪儿交钱去？往哪儿交啊？没钱呢，自己踢就完了呗，那不也能踢出来吗？对不对？所以我实话跟你说，就中国的现在为什么足球越来越差，不是说不是说这个训练条件环境越来越差，而是说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教育、社会心理、等等，是对一个孩子的成为球员的培养是阻碍要比20-30年前大多了，大多了。哪天我给你叫周宁指导给你们讲一讲他小时候踢球到底是怎么踢的，你现在说出来都跟天方夜谭似的，你都想不到，是吧？没办法。所以如果小将能出人，我告诉你，可不是徐指导的时代。徐指导那个时代能出人，其实难度比现在小，真的。你仔细想想，荒郊野岭、崇明岛、鸟不拉屎的地方，10到12岁的孩子给扔到那儿，家长也不过去，天天就你咣咣咣就练。明白吗？统一思想往哪儿？可那女的都看不见，除了大妈，对吧？就天天好好的。你现在啊，不容易，真的不容易。那个时候他真的是纯粹，现在啊，你就看抖音上的这边，哎，咱可说好了，会员，现在抖音上现在
巩汉林的粉丝对我发起了疯狂的攻击，侮辱、谩骂、造谣、重伤，因为他在营销号的带领下，现在我们阵地还在我们手上，但是他妈子弹不多了，小黑屋现在只剩下900多人了，你们看着办。就巩汉林其实没有粉丝，他是一波就是其实是中国男足的，就是他不是巩汉林，巩汉林其实也是受害者，主要就是骂中国足球的人，他们又不热爱，他们就是发泄。你想啊，但凡他喜欢球，他能不知道我吗？妈，过去10多年20年，妈我都被骂多少回来，他要知道早知道了。他这次怎么突然间知道了呢？主要就是因为他是小品的，完了他知道这人，他平常也不关心龚老师，完了就过来就开始骂他。主要一听说我是男足的，他现在我现在是被认为是这样的：第一呢，就是我是国家队的海参供应商，这不谁说出去的？就国家队的海参是我给提供的，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国家队呢收到海参之后啊，会给我寄一份。这是第二个说法。第三个说法呢，就是我呢说不允许中国球迷批评中国队，你说这不胡说八道吗？那这么多年那么多骂的，我说了吧，完了说我去攻击球迷，我只是说了巩汉林，是他们来攻击我，现在变成了我攻击所有球迷了。你说这妈不是扯王八蛋的吗？是不是扯王八蛋的？是不是扯王八蛋的？现在我宣布，鳌拜军团、羊蝎子旅、榛子营、冰洋梅连、福鼎白茶班集合，应道12人。石道2人，我和辉子报告完毕，连他妈班尼都跑了，班尼都不管，班尼跟我说，我说你最近你没帮我维护维护吗？他跟我说董哥拉黑拉不过来，我说也不能因为拉黑拉不过来就不拉黑呀，你不能因为说500多条狗跑你们家拉屎，你就不扫啊？对不对？班尼说也是，班尼说等着什么时候再卖生蚝再帮我干。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最近没帮他挣钱。只有辉子呢？辉子主要就是比较谨慎。辉子跟我说。董爷不是我不想拉黑，他说我看不出来应该拉黑谁。我一想，他说的也对，因为要杀疯了的话，辉子他不见得能分清楚哪个是支持我的，哪个是反对我的，你明白吗？所以我就想，那就算了吧，黑子不是黑子，辉子你就别动，因为你动完了，有可能你的误伤全是友军。全是友军，因为他这个后台也说不上是谁跟谁搭的话，你知道好吧？哎呀，天哪，这帮，这帮举报，举报也不行，举报也不行啊，现在就说中国足球上不去。在他们看来，第一罪人是我，第二是陈旭元。我操！巩汉林老师是他们行业的佼佼者。你们的足球界排名如何？小品不为国争光，你们争了吗？净丢脸，还搞职业歧视，你说的吗？明明是巩汉林，你以演小品的，你拿偷税漏税，
违法犯罪来影射本土球员的所谓的高工资，结果就变成了是我们有行业歧视啊。巩汉林老师是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你这样的人家拉都比你吃得好。 你妈，你说但凡有点文化就说骂人也不能，他就这种句式，爷爷的爷爷叫爷爷。你说就这帮，冯潇霆也出来了，冯潇霆引火烧身，冯潇霆不应该搭这帮，不应该搭这帮茬。嗯，如果给我家的狗每天吃三根海参，踢的比这牛。你看，浙江台州的，哎呀，中国呀，我才发现，真的，只有你到了抖音，你才能发现中国这个国家，真的能够治理成这样，真的是不容易。你仔细想想，就说，你仔细想一想，就你能想象，就这帮孙子人手一票吗？你能想象吗？可怕吧，真的可怕。他们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能烧死你。就如果这帮孙子手里边有权力，就你但凡说你说点不同意见的，他能烧死你。就这帮，所以这帮就是既卑微又恶毒。你说连这个女的都过来骂我，你看没有？就这个，哎呀，我操，女王范儿，说你也就长个嘴，坐在那儿评论评论，输球不让说呀，怕说拿出成绩来呀，小品大家乐呵着呢，球呢？你看，就这样，过来骂我，对吧？哎呀，他妈的虎落平阳啊！虎落平阳，这里边还有趁火打劫的。足球得让人评论，你说我什么时候不让人评论了？这哥们还是北京体育大学的，28岁。你说他上大学，上了大学还这认知，哎，哎呀，就这几个车轱辘话来回。还有人是巩汉林跟冯巩没分清，说你为什么要怼冯巩老师？我说没怼冯巩，我是怼的黄宏。走吧，我走了。这北京房山的，这他妈的，北京房山的也不行啊，也沦陷了。
这帮孙子没有逻辑，他说是不是足球足协给你钱了，你收了黑钱了你才说。我说你收巩汉林钱了吗？他说没有啊。我那你不想来说我吗？啊啊啊，是也是啊。懵了。请问小将现在谁的速度最快？你有意思吧？这波30多岁的多，因为20多岁的也不认识巩汉林。基本上拖家带口的。这孙子留言说我长得丑，这孙子压留言压长那样，压留言说我长得丑，走了，我老婆是明天生日，走吗？好吧，吃完了，我老婆过生日，明天就是再过半个小时。啊，感谢我老婆，这个对我很支持。这个我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其实我本身是不用人照顾的，你明白吗？就是我自己是完全可以，独立的把我所有的事儿都弄好，但是呢，就是可能不见得就是那么严谨吧。比如说，可能会丢点东西啊，比如说家里边 WiFi 密码我都不知道啊，银行密码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是一个比较，因为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对吧？我吃什么呢？我其实我什么都行，就是我想起来我就吃，不想不起来我就不吃。但是呢，确实，给我很多的这个，给我很多的帮助，尤其是就是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啊，因为你想，我这一天呢，你看，出去就是工作，对吧？要么就是小将，要么就解说，这一天到晚的。然后回到家呢，完了又晚上又就大部分时间都发车，都是发车，啊，但是呢，能够理解，啊，这个。感谢啊，感谢大家，这就是也不是什么多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但是呢，这确实是一种，就是一种，也算是一种，运气吧，对吧？你要是万一你要遇到，说可能不支持你工作的人呢，
对吧？他你要人家说你挣干小将你挣钱吗？啊，确实不挣啊，对吧？那你说你陪别人家孩子比陪自己家孩子的时间都长，这合适吗？那不合适。但是呢，就是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理念吧。所以我这个也很感谢。还有一个就是我老婆心态特别好，第一她也不关心我说什么聊什么，不关心，也偶尔也会看一眼，说又挨骂了，问我，我说是，她也不上心，无所谓，因为她一看我挺好，该吃吃，该喝喝，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哎呀，惹事儿了，妈的，一群杂碎，乌合之众。所有人捆起来也没有一个是加起来比我对中国足球付出的更多，是吧？好吧，感谢大家，时候不早了啊，然后岛民朋友，明天晚上呢，我讲一讲小将的这两场比赛，包括10的，包括09的，然后完了下礼拜二三呢是这个欧冠，是吧？因为有一些非岛民的朋友，那你们现在如果还没有上岛的啊，我建议你们考虑一下，是吧？早点上岛，早上岛早受益啊，早告别这个二极管穷忙生活，好吧啊。今年呢马上就有国家队比赛了，然后又有欧冠，然后还有这个中超，还有这个2034杯，还有小将的世运会，还有全国U13青超，还有世界杯，好吧？感谢啊，所有感谢这个，等一晚上听小将，别着急，这一晚上讲青训的事呢，好吧？你这么晚了，明天晚上我还没有研究录像呢，对不对？我得研究录像啊，我不研究录像，我说起来言之无物，不行。好吗？好了，拜拜，晚安，朋友们。